王总有个东西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健康健康，我这有份秘给你。看一下。亲爱的陆文文女士，在墨白里历经9981难，向大家展示了菜鸟努力一定行的优良品质，完成了各项任务，打了很多副本。亲爱的韩金墨先生，在墨白里历经了9981难，虽然对你来说是小菜一碟，分分钟起飞，完成了各种任务，打了很多副本。今天终于毕业了，请领取你的荣誉证书。荣誉证书？是荣誉证书。荣誉证书，锄禾，恭喜你在墨白中荣获。碰瓷的菜鸟有神带，从此起早贪黑学技术，菜鸟不在菜称号。墨白之间，恭喜在墨白中荣获了大神会背鸟碰瓷，大神不计小鸟过，贴心带鸟飞称号。墨白摄制组，天涯未远，江湖再见。